嗨，我是奈黎，今天要来讲孩子的裤头松了，我要在裤头里穿进去松紧带。拿出 CP 值高的松紧带夹，首先在后面的裤腰剪开一小段线，接着要把松紧带穿进去，松紧带穿好后呢，我会在里面呢，就是摸一下看松紧带有没有翻译圈，如果有翻译圈呢，你就要把它转正。好 ，OK 之后，再来把松紧带固定住。拆开的地方呢，要把它补起来。把缝缝折好之后呢，直接在布上压线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件裤子的裤腰是一个特色，所以呢，我只压三个地方的压线，固定住松紧带。好了，完成了，那叫孩子先来穿看看，好像有一点松，到时候我再把松紧带改小就可以了。